哎，爸爸摘什么呢？搁这儿？爸爸摘杏啊，给你俩摘杏吃。爸，这能吃吗？这绿的，就青的。我看看能吃。肯定可酸了。摘点。酸了。你摘我看看。你尝尝。给你一个。哎呀，酸！你给你一个，你先拿着。酸，你拿着。我姐姐，你拿着。你拿，爸爸再摘一个看看。哎呦喂！你们一仨干啥呢？摘杏呢？杏啊！我看看，给你。哇，多大了？妈，这么大了！啊，可好吃了！刚才我吃一个，可好吃了。你吃吧，看看，不酸吗？一点都不酸。琪宝贝，你有吗？有啊。你敢吃吗？敢。嗯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大宝，你有吗？啊，你尝尝，我尝尝。可甜了。哎呀妈呀！啊！哎呀妈呀！太酸了。哎呀妈呀，你这是又坑娃又坑媳妇儿。我尝尝。哎呀妈，幸好我没吃。你这棵大棵杏树是吧？多香。哎呀妈，这么大一棵树啊。再等个月八的，我估计能好吧。还得月八能熟呢。那听着先。妈，你老姑娘是要尝尝吗？掉地下了。再摘一个啊。妈，再摘一个，他说他要尝尝。我要尝尝。哎呀。来吧，大伙儿你尝尝啊！我也不吃，自己吃。琪琪，来你尝来吧，我看。来。哎呀，有树毛啊！树毛吗？我都没吃过。你尝尝。来，你尝尝。尝尝。然后吃，甜不甜？我又不敢咬。咬。咬啊！啊！你瞅爸尝尝，你瞅爸吃。咋的了？我是啥呀？哎呀哎呀！大伙儿你尝尝。哎，那水儿。哎呀妈呀，琪琪啥呀？哎呀妈呀，啥呀妈呀，把我老公酸嘚瑟了。大宝，我看你的。哎呀妈呀，好吃吧？还行。妈，你大宝能享受了哈？我尝尝吃的还行。你尝尝还行啊？你刚才那表情都酸都吓人了。哎呀，不好吃。不好吃，你的琪琪了，再吃一个。这树还是有那啥的呢？啊？搁那个。南方带过来的那方式，人家说那乔家老爷是闯关东闯过来，就搁老家那边带到东北的。哦，这还有这棵树还有意义呢。啊、好多年了吧？这个树那你写多少年了？这是多少年了？2012年6月。2012年的啊？不是，2012。古树名木呢？这是。少山红杏，这叫。啊，红杏树。那个乔家大老爷是。那闯关东桥到这边人带过来的。哎，那你说这个杏儿，你像你说再等个几天熟了，肯定能好吃啊。对呀、啊，最少得半拉月能好。刚才说一个月，这又半个月，到底多长时间？最少得半拉月。啊，最少吧。好，你看着我说好吃。等好了，咱再来再摘两个尝尝。走，走吧。来，上面看看。走吧。嗯。走。